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朱凤智，欢迎收看九月二号的中嘉新北新闻。新闻一开始要先来带你看到，今年的永和仲夏夜之梦进入了倒数。儿童艺文之夜，当我们同在一起，邀请到了MOMO卡通人物，还有明星哥哥姐姐一起来跳舞，还有儿童剧团生动的演出，让现场的小朋友都嗨到不行。小朋友最爱的人气卡通明星 MOMO 和哥哥姐姐来到永和与大家同乐，小朋友们个个嗨翻天，看到自己的偶像眼光完全离不开，许多小朋友都离开座位跑到最前面，尽情扭腰摆臀，跟着一起带动跳。哥哥姐姐有奖问答，更让现场参与感十足，气氛热闹又开心。嘿嘿嘿，教你啊，教你的是可以啊，不过你们两个人邀请我喝饮料。另外还有由豆点创意剧团所带来的演出《新西游记》，描述小朋友喜爱的线上游戏冒险戏码，将故事哲理和寓意放进戏剧里演出，希望透过表演也能够让小朋友们在看戏时能够有一些启发。仲夏夜之梦唯一一场为亲子量身打造的系列，让家长和小朋友看见喜欢的人物，又惊喜又难忘。中嘉新北新闻永和采访报道。